迎收睇《法兴特约》，致富通界内政攻守道。喺电话旁边咧，接通咗有两位嘉宾，分别有法兴证券上市产品销售部嘅副总裁蔡守雄 ，Eva 早晨。早晨啊，大家好。早晨，电话另一边有耀祥证券嘅席耀辉 ，Stanley 早晨。系、hey, 大家好啊。呢两日恒指咧，的确系回得比较急啲嘅，咁啊，眨下眼咧，唔见到七百几、八百点啊。Eva， 咁我即系界内政个资金流向有冇啲乜嘢嘅明显变化？同埋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啲嘅净额本身原先咧就系、是、由界内跌出咗做界外，不过咧就系、是、时间方面咁可能咧仲系可以守下喎。嗯，係啊，資金流嚟講，我哋見到過去五日計咧，恆生指數嘅界內淨咧錄得資金淨流出嘅，挨近有300万嘅資金流出嘅。咁我提一提啦，首批上市嘅恆指界內淨啦，咁啊將會喺1月30日到期啦。咁而今日咧就會係最後交易日㗎啦。咁如果手持住咧一月底到期嘅恆指界內淨嘅朋友啊，可能都要即係再檢測下啦，睇下需唔需要做一個最後一個買賣嘅一個動作啦。咁如果過咗今日之後咧，就要等到1月30日啦，等期指結算個價錢出嚟啦。如果走喺兩條線入邊就係收1蚊啦，兩條線出邊就2.5毫噶啦。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再即係考慮界內證嘅話啦，我諗就要避開一月底到期嗰批嘅界內證，因為呢兩日都就嚟即係陸陸續續係最後交易日噶啦，咁可以開始去考慮翻一啲咧遠翻啲到期日嘅一啲選擇，譬如話嚟緊二月底啊，甚至3月底到期嘅恆指界內證啦。嗯，好啊，咁啊，今日帶嚟嘅呢隻界內證咧，咁啊之前都有同我哋提及過嘅，不過暫時咧就跌咗出界外嘅噃。嗯，係啊，咁啊47356啦，47356咧就恆指界內證嚟嘅，咁而家暫時咧冇錯係跌咗出去條線出邊啦，咁但係都即係睇下啦，有冇機會咧走翻入去條線入邊做一個長線少少嘅持有啦。咁當然唔係話你而家呢一刻啦，譬如可能抽低，咁可能當個市個情況轉翻好啦，咁如果走翻喺條線嘅下限價嘅附近嘅時候，可以考慮翻做一個即係選擇啦。嗯，咁啊，不過因為咧就係咁樣咧，就係界外界內咧就一個變化咧，先至就係令到佢個價格有個波幅喺度啊。不過講到咧，就係另一隻嘅股份啦，平保都可以即係留意相關嘅部署喎。冇錯，平保咧，我哋就見到有資金流入佢相關嘅界內證㗎。咁啊，尋日單日計啊，平保都有成7萬嘅資金啊，7萬元嘅資金啦，流入佢相關嘅界內證嘅部署。如果睇埋啲條款嚟講咧，今日帶嚟47400嘅選擇咧，亦都係拉翻長身啲嘅，因為首批到期1月31日啦，聽日係最後交易日㗎啦。47400咧就會喺3月底到期嘅下限價85蚊啦，上限價100蚊嘅。而家現價就喺呢兩條線入邊啦，可以賺取時間值嘅。昨日就曾經出過界外，但係而家又跌翻落界內，咁同恆指嘅產品有啲唔同啦。Stanley， 今日點分析咧？基本上喺平保本身就你見得到咧8蚊樓上嘅，再到相對比較大嘅，咁但係初步睇翻嘅話，嗰種5蚊樓下都有啲比較大嘅支持力，咁所以變咗你話如果揀嘅話咧，咁平保呢一隻嘅界外證都可以諗一諗嘅。好啊 ，Eva 有冇揸住上述嘅證券或者相關產品啊？冇持有嘅。Stanley。都冇持有嘅。唔该晒两位嘅分析，以上嘅嘉宾系金管局以及证监会嘅持牌人。投资者应该要了解结构性产品嘅性质，有需嘅时候要寻求专业嘅意见，又或者参阅相关嘅上市文件。过去嘅表现并非未来表现指标。食物係特別好食。灣仔碼頭窩心呈獻最愛冇飯開，今晚10:30 ，Feel TV。法興特約致富通界內證攻守道係由法興論證贊助播出。